性武，武剑巧红书，他断关门明夜会，红海叫寒哭。段新红，你也记得什么？我不是正在前往血水城的路上，怎会在此？看来以这段时间的记忆消失了，真有可能是电脑网上的数量压抑不足。继续求伊前来救助，要我出手红海一体会使，但是段新红，你断看详细，红海一体，这怎有可能？是你五角丘地门精神影响，怪不得我。所以你是怎样得到红海一体？你家的双手红伤的，无可能。这马红海一体已经被我做成苏灵宗的，计划你非参与不可。哼，苦苦红海一体，我绝的是这样说来，是不肯合作了。除非陆家诚心诚意，段家乃是天下第一。好者红海主人，不说以非一流合作。阿尼就想要走，我就要你这段日子为啊。哼，那又怎样？我怎样？外天人将你为啊，上至相同会，表将甚至临座。将红海主人失态受过，你的人出不了血水城，你想要背信？太天真了，非从兄，你以为你真能威胁红海主人？苦苦为啊，哈！以便苦求，要多吗？多什么？多段新红，最后一定会留在血水城协助计划。那你已经输了。哦，是吗？啊！发生什么大事？已恢复了，但是被洗脑之后的记忆完全消失了，是电脑网上造成的影响。不错，要完全掌握红海一体，调整电脑网上的数量，需要一颗断石台。这是问题吗？伊未答应啊！伊答应了。啥？你答应伊什么条件？无任何条件。一定是记忆恢复了无够彻底，无就是脑血伤着了。拢唔是，也无哩，因为有这项物件。这是回影老虾，也是用计出来红海一体所成。安尼拄只段石台一声大叫，我记录了段新红的一句话，有兴趣听吗？哦，红喵，太红喵了！这种红喵的事情，全发生在我的身上。嘿，段爷啊，阮厝头前麻烦阁予你扫清去嘿。段爷是救谁？唔啥，段爷啊。你今仔日是安怎咯？那会怪怪。请呼我红海主人。啊，什么叫红海主人？嘿，端嘞就端嘞。救我，红海主人。
人！红海主人，红海主人，金离开！安呢？阮厝头前要叫谁？离开！敢毁我一世名誉，帝王！我要你付出代价。